来一下嘛，听说上次跟我比看图猜成语，你输了有点不服，想再跟我比比？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来比一比找不同怎么样？嗯，看到我身后的字了吗？这么多字里面只有一个字跟其他的不一样，谁先找出来谁就能拿到下一关的开关。哦，这次啊不需要很大的词汇量，只需要你眼睛好使就行了。怎么样，敢不敢比？我这有什么不敢的，来就来。先说好，这次的赌注是什么？赌注啊，很简单，你输了请我看场电影就行了。嗯，这么简单？行，那你输了呢？我不可能输的。别给我整这套，想空手套白狼是吧？快点说，你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就给你一个请我看电影的机会。听听听听，兄弟们说的是人话吗？好了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开始了。开始开始，让我瞅瞅哪个字不一样。不是，你干什么？我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了呀。啊，这么快？我都还没看完呢。你这眼力不行啊，行吗？还得多练练。不是我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刚才在介绍规则的时候偷偷看了，是不是？你从实招来。你再多说两句，我第二关的答案都已经找到了。我他刚过来，不公平不公平，我要重赛。我已经赢两关了，小梦，你要加油呀！不是我，第二关我都还没到，你就已经把答案给找出来了，不公平！嗯，哎，这门怎么过不去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我第一个门就这么打开的，第二个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有八个呀，这个开关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看看商店里有没有卖吧。哎，还真有，但是一个开关三个迷你币，也太贵了吧？怎么不去抢啊？要不咱们重来吧，小梦。啊，那没必要吧。重来那不是耽误时间吗？直接买吧，才三个迷你币，毕竟是你犯下了错误嘛。这那好吧，你说的也对，反正打完了找你报销。你说什么？来来来，下一关，这次咱们一起看，公平一点。行行行，你好了吗？好了就开始。开始开始，这次我一定比你先找到。怎么样，小猫，你找到了吗？我没找到，眼都给我看花了。我也是，根本找不到哪里有不一样的。哎，我找到了。我去，这个字嘛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哪里有点不太一样。就感觉哪里有点不太一样。下一关下一关，开关是要扔地上是吧？扔这儿，开门。哎，他怎么不开门啊？你开关好像放错地方了。啊，不是放在这儿吗？能不能拆了重新放啊？不能。所以你买一个开关吧。我身上没有迷你币啊。没有你就抽，谁让你刚才让我买来着？这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。我最后小梦让桃子买了个开关，等于小梦欠了桃子三个迷你币，但是要还桃子六个迷你币才行。未完待续。